我觉得我那绳好使，别急不好使啊！我那个比他好使。哎呦天！放下去！我靠，这跳绳没带绳套啊！我天儿多好哎，但是挺冷。这在家就是睡衣呀，穿着睡衣出来锻炼身体。太冷了。是，今天风挺硬。进去吧，进屋吧。所以说，你看那些都是瑜伽什么的比较柔，但是我觉得是女孩比较适中，但是她们确实有点太瘦了。其实你，所以说你，其实真正追求的不是马甲线，我觉得是体态，整个的体态。你说，还是说可能有点过激，像那个玛丽莲梦露什么那些女的那么性感，那有马甲线吗什么的？嗯，好。可是我更喜欢奥黛丽·赫本。那你就瘦狗是呗？那你就瘦呗。赫本，其实赫本。抛去长相啊什么的，这玩意儿就是天生，你没法整，他就是一个瘦，真的。嗯，但是人家的长相就是好看。那这个是这个爹妈吃饭的那种办法。那你咋没给我赐一个好饭呢？那我妈没给我赐。我妈跟那弄像呢。哎呀，这手还是有点抖哈，拿手录像的时候还是有点抖。来看一下我的那个昨天我育苗的，我育苗哈，这个是，把小葱给种到那个种上了。昨天这个是我们家那个洗碗液的那桶，然后把上面给它修去掉，弄了一个小盆儿，然后把葱给种上，小葱。这些是我昨天育的苗。有小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，还有小那个圣女果那种小西红柿，然后这边也是放在阳光下，正在给它晒晒太阳。你走道真是不是很漂亮。我给它那个罩了一层的那个保鲜膜，能保住保持温度和水分。嗯看一下这个旁边做的小标签儿，这是里边有小黄瓜，还有茄子，这边是大西红柿，然后这边是大西红柿。哎呀，外面还这么冷，想你估计到一个月之后。一个多月以后才可以挪到外边，希望它好好长。这个葱上面的叶子是不行了，都先给它吃掉之后，然后根儿再重新发的就没问题了。这个是一个洗碗液的塑料桶。这个是我们家的那个在 Costco 买的这个小花。看看今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吃哈，这个是煮的青菜，因为要拌沙拉嘛，就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不要吃生的东西，所以
把这个拌沙拉的这些生菜呀、胡萝卜呀、鸡肉啊，我都给煮了一下。然后这个是西兰肉片炒西兰花，然后还放了一点鱼豆腐。这个是小卡，让我把这个鱼豆腐加里边的，然后还做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然后这个是昨天剩的那个馄饨，今天就把它又热一下，啊，大家帮我把它给它吃完，来，今天就是这些啦，这些，哦，这个是小馒头，是也是以前剩的，我还做了大米饭，就这些，一会儿准备吃饭喽。这个楼下这个地下室的这块板还真挺大的，正好就是放到桌子上之后，把我这些育苗的小花盆就都摆下了，不用占其他的地方了，也不用把这些小花盆摆到地下了。吃完饭，小卡又出来跳绳了，锻炼身体。小卡跳绳跳得非常好，他还会花样跳绳，估计现在忘了。看一下天空多么的晴朗。坏了。嗯。还是好自己绳吧。这天太冷了。天挺冷的。这个是。现在是晚上了啊，但是。因为改成夏时制以后，这个天还是特别亮。嗯，看我们家后院的这个雪还超厚啊！哎呀，这么厚，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化开哈，我就可以把我育的苗给种到这后院了。哎呀！这个春天什么时候能来呀？据说明天还有雪。我们家院子里这两个旧的沙发是刚搬家的时候买的，但这个质量不好，就是用了5年它就开始掉皮，然后我们就打算把它扔掉，但是这么大家伙反正扔到那个垃圾箱也比较费劲。我和老卡就说等那个天气好一些的时候把它拆开，然后给它慢慢扔掉。小卡已经跳了300个绳了。我出来穿的羽绒服出来的。现在的温度是-3°C。今天，阿尔伯塔省新增确诊69人，然后那个埃德蒙顿，就我所在的这个城市，今天新增2人。2个确诊病例，也不知道他测的准还是不准，表示怀疑啊。老卡说出来跳绳，他又不出来了。这是我们家的两个车。这个因为这疫情嘛，也不能出去，然后就把小卡的这个黑色的车，还有老卡的那个车停饱了，就留我这一个车。平时有事出去的时候，就开我的红车了。好了，关门。其实真挺冷，要不冷的话我也跳。你要跳1000个吗？你家这个风铃，这个是在1元店买的，3块钱，质量一般，但是也一直好用。啪啦啪啦响，多好。对，然后这个
这个风铃好看哈，这个风铃是在 Home Depot 买的，花了19.99，这个一直特别好，质量超级好看，超级好。656，你跳656个，好棒啊！这个老卡也开始来跳了，给他来几个镜头。哈，你照着我。怎么回事？你那个绳好像有点短呢。那这爷俩开始锻炼身体啊。哎呀哎呀，就是太冷了，我录像手已经都冻了。跳都不错呀。跳得多好，别骄傲啊！再看看小卡，哎呀，小卡跳不动了，跳多少个？从刚才算还差200到1000，那就800呗。跳800个了，行，挺好。OK。